好，就是我们前天盖的嘛，对不对？豆腐渣工程，这个斜坡呢，我也是花好长一段时间才弄出来的、喔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对面好了。我们把对面的斜坡给弄出来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桥呢，斜板到底要怎么撸？撸不到，要对两边斜的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呢。把这个拆掉看看好了。我已经忘记我们上次那个斜板是怎么搞出来的、啊。斜板应该是这个拆掉吧，然后才会有斜板嘛，是不是？我前天所做的那个顺序我忘掉啦，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哦、喔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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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是他歪的，靠，歪错边啊，大哥！你可不可以？应该要再配一个天花板，这样子有了吗？没有，感觉好像缺了什么。老头，昨天做的顺序我都没在记，我也没来记啊！我弄巧成拙弄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是不是成功了？我刚刚是不是看见他成功了？再来一次，刚刚那个角度对的、啊，走。好莫名哦，虽然不知道怎么做到的，不明觉厉，好不好？不明白，但是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可是这边却不给我盖是怎样？啊，有了有了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太棒了！只是盖一座桥而已，怎么这么辛苦啊？啊，我们到时候呢可以考虑哦、啊，这边也稍微补一下，不过没关系。他只能这样子啊，好吧，算了，勉勉强强算成功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耶、yeah ，有点丑，我觉得，不过算了，就这样吧。然后这些我要拿来做回收啊！我说真的，这个必须要回收。然后这边呢，盖不出来就算了。这个半三角形啊，它没办法显示出来啊。我先把上面来回收哈，那个这个还有利用价值啊。我们的桥盖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 ，so beautiful， so beautiful。